1050米，黄旗举高。闸门一打开咧，就见到外些小步快如飞快嘅，咁喺中间咧，亦都见到咧胜利雷霆啦，里面就系呢匹金枪勇士，后些小半马彩虹，外面有白龙驹，跟住系珍珠大哥咧喺你尾三嚟嘅，后些仲有骏南啊，喺尾咧就见到系嗰匹有缘，差唔多仲有800米到啦，前面金枪勇士啊贴到条栏噶啦，但系热门步快如飞啊拍住佢呢对马成三四个马位之后咧，就系半马彩虹啊，跟住上紧嚟有瑞麟雷霆啊，外面白龙驹要走三碟啊，里面咧就珍珠大。大哥嚟噶，最后成4、5米之后有骏南啊，然后就系有缘啦，贴栏追啊，剩翻咧大约都系600米到啦，就去到弯尾噶啦。咁啊，前面啊见到咧匹金枪勇士咧走甩咗些少个零马位嘅，步快如飞，步住喺第二位。哇，跟住上埋嚟有呢匹系珍珠大哥啊，然后些少少半爆彩虹嗰啲嘅，去到最后大约100-200米嘅时候咧，步快如飞斗紧中间呢一匹咧就珍珠大哥，珍珠大哥啦，哇，今次似样啊，喺度斗紧，珍珠大哥透出咗少少，珍珠大哥势咧就赢噶啦，步快如飞咧就上嚟第二。第三名咧就要影相啦，就似乎系金枪勇士都顶到嘅，仲顶到应该，因为嗰只马都追唔切咧，就嗰只系跑第四嘅啫。白龙驹，哇，跑翻短度啱跑噶啦，珍珠大哥跑翻珍珠短大哥18倍喎，就谂唔到。呢匹马，呢匹马同上次嗰啲跑法系两样嘢嚟噶，系咁噶啦，有时就系嘛。闸位上嚟喺度，中间开门。上次我哋报佢跑翻短途啊，谂住掂噶啦。但系上次你睇下早段嘅处理，同今次系完全两样嘢。佢黐住栏，佢反而黐住内栏咧。同骑师有机会喎吓。结果啊，赢埋只大热门嘅步快如飞添。咁啊，梁晓全就搞翻七磅啦，呢场又。哎呀，好可惜嘅真系白龙驹啊！追极都追唔到，好劲啊！追嚟追去，咁将勇士顶住添。阿勇士任过唔嬲噶啦，冇办法啦，佢真系追唔到咁解啫。第五名就是同主嘅半亩彩虹，哇！呢场咁啊咩喎，好分喎，变咗变身啊，18倍 win 啊，大哥 win 好分啊，啊 win 好分啊，因为聚晒六啊嘛，啊 Q 就系正路嘅，系咯 ，Q 系好正路噶啦。珍珠大哥食翻美乌两个号码房，咁啊过岸头都跑到一步不蚀噶啦，吊住你嗰只啊金车勇士。啊！呢条少少啊！呢条翻版 Q 咧，季初又系珍珠大哥赢翻拍季初系嘛？可惜我冯志谂住起孖噶啦，步快如飞，兜兜转转又整轮翻版，谂住到啦已经。睇只镜啊，应该话季初系翻版，系位置 Q 嚟嘅嗰阵时，位置 Q 嚟嘅，而家系正 Q 啊。正 Q 依家上咗个名次，好反应喺中间，见到珍珠大哥。三四名影影相嘅，不过肉眼见咧，似乎仲系里边嗰只咧金枪勇士顶住噶吓。白龙驹系排第四啫，如果冇睇错嘅话，应该都系冇错。呢件相5、6、7、3啊，中间嗰只三只搞掂。白龙驹冇计啊，又系断断蚀。系咯，外档系咯，又系靠追佢咯，冇计。哇！珍珠大哥今次一向内档一摄上嚟搞掂。早段两只马好快嘅，扯得都系咯，金枪勇士同埋嗰啲步快如飞一对马，双双飘嚟嘅，大嘅啫。金枪勇士，你讲真系，佢早段今场都唔系好够快，所以翻嚟成身沙嘅，大哥都啊，几多沙？佢摄住内档啊，佢悭住位咯，啊，反而悭咗位啊，系啊，几得唔走出去啊？